大家晚上好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我们 DNG 公司的这个微生物叶面肥，也就是 DNG Booster Gold Egg Plus 这个产品，自从推出市场过后，我们有受到很多小园主甚至大园主，包括很多居家种菜的小白。或者是新手啊，老手都用得很开心，因为这个产品帮他们增加了产量，而且是节省了成本哦。就是说，这个产品可以帮他们减少他们的粒状肥，就是原本他们在用的肥料可以减少，同时又可以增加那个产量。所以整个概念就是这样。今天的主题就是 DNG Booster Gold Egg Plus 微生物叶面肥。这个产品可以帮助小园主增加30%到78%的产量，减少成本高达30%，也可以协助小白。新手们居家种菜，零失败。来，我们来看看这个产品叫什么名字呢？DNG Booster Gold Egg Plus。英文下面那个罐子那边有写了一句话，叫什么？Mycobacteria biofertilizer。华语翻译简单来讲就是微生物叶面肥。为什么叫叶面肥呢？因为这个产品呢，你需要稀释掺水了，然后呢喷在树的叶子上。如果喷得到啊，喷不到就喷树干、喷树根。主要是喷在叶子啊，因为通过叶子。它的吸收呢，会比在树根放力肥可以提高8到10倍的这个吸收力。这个是经过科学的研究。这个和罐子那边我们也看到了一句话，叫什么？Plant Booster，植物加强剂。那么到底这个东西，这个产品是用来做什么呢？可以用一句话啊，简单就来让你明白这个产品用来做什么。它就是叫做植物的保健品，听懂哦，各位。这个产品是让你的农作物，让你种的菜花等等，让它更健康，让它更提高它的防病防虫能力，让它可以增加产量。总之就是对你的农作物非常的好就对了，你的植物农作物一直用一直喷，它就越来越健康哦。这一桶里面有4L，中文就叫做公升哦，公升，也就是等于4000 ml。今天有新来的朋友。还有一些我们旧的伙伴啊，都出席今晚的这个分享会。那么现在让我用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背景。我们公司叫做 DNG Worldwide，我们的创办人呢是 Mr. Paddy Wei。我们本身的背景呢是一家40年的中西药业集团，旗下呢有7间工厂哦，有7间工厂。我们的业务呢，已经遍布全世界超过50个国家。同时呢，我们也拥有了超过100万的会员。今天主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其中的一间工厂，叫做 Dynapharm Lab Associate Sdn Bhd。这间工厂是做什么呢？就是刚才我们。看到的那个
微生物叶面肥就是由这间工厂生产出来的。这间工厂呢，成立于2003年，它拥有资深的研发团队，现在呢，专攻这个微生物叶面肥。目前呢，这个产品已经卖到全世界超过30个国家。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个影片哦，让大家更认识一下我们这间工厂。Dyna Farm Lab Associate 高科技生物化肥制造厂。DNG Warehouse 仓库。OK， 看完这个影片，相信大家会更了解我们这个工厂的。这间工厂呢，最近这几年也投入了超过数百万哦，提升了这个厂房的这个设备。我们会看到很多啊先进的这个仪器啊，这个生产部，我们还有这个培植微生物的这个部门。这里是我们的产品的样品稳定室，每一批货做好过后，我们出口到全世界30多个国家，我们都会留一个样本 ，OK。所以在这个稳定室里面呢，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包装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什么这么多包装呢？因为每个国家都不同的包装，甚至卖给每一批顾客都是不同的包装。我们这个产品有卖给马来西亚的这个政府部门哦，这里我们这个产品是卖给这个农业部。那么这个农业部呢，他买了这个产品去做什么呢？去进行他的这个资助计划，就是去帮助马来西亚的农民。有一些农民有面对生产不能提高的问题，面对他的农作物不健康的问题，他们就会跟农业部申请，农业部如果批准的话，他就会免费提供这个叶面肥给那些农民。这个产品呢是政府资产，非卖品，不可以拿来买卖的，是政府部门跟我们的工厂买，买了他去推广这个资助计划。所以通过这个案例呢，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品质呢是已经备受肯定，它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效果呢是已经被马来西亚政府部门呢认可了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，我们还有卖到哪里呢？我们有卖到很多国家，卖到印尼，卖到菲律宾，卖到西非非洲西部，还有卖到非洲很多很多的国家，看到这里有马利啦，还有非洲的靠近印度的那个最大的岛啦，有那个孔哥啦，最多大猩猩的啦，还有这个科麦隆啦，很多，还有这个乌干达啦，肯尼亚啦，很多啦，这些非洲国家，还有这个苏丹啦，尼日利亚啦，赞比亚啦，很多很多国家。我们这个产品呢出口到外国，它不是一箱一箱卖哦，
我们每次出口的时候，大家看到吗？这些图片是一个 container 一个货柜货柜这样出口的，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整个这个产品的出货量是多大。因为这个产品这么受欢迎，肯定是它的这个品质呢，它的效果呢，啊，是备受公认的。而且这个产品我们公司一直在研究，我们工厂也一直在开发，啊，一直在创新，包括最近的这个微生物，加了这个微生物进去，也是属于一个新的创新。因为在市场上很多类似的叶面肥呢，都只有这个 NPK 矿物质而已，他们几乎都没有这个微生物，有一些他们有加了一些有机物而已。这个产品也受到海外很多国家的这个认证。这边我们也看到外国的伙伴们，他们用来种什么呢？他们种稻米的都有用这个叶面肥。哦，稻米，看到吗？有很多国家，黑人、印尼人都在用来种稻米，提高产量。油棕树也有在用哦，可可树种姜哦，非洲他们种姜、种花都有用这个叶面肥，种这个菠萝蜜果树。我们讲邦嘎，啊，种这个橙、这个橘子啊、欧林啊、狸猫啊、芒果树、椰树都有拿来喷哦，香蕉树、榴莲树、黄梨等等。啊，这些都是外国的这个伙伴，他们都在推广，都在用在这些农作物，还有其他的很多。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啊，在非洲的一个小国家叫做 Zambia， 其中有一位我们讲的一位这个传销商呢，他就看到这个产品的这个潜能，在这个2008年之前呢，他整个国家是没有这个产品的，他就是在其他国家看到了这个产品，也看到了这个商机，所以他就引进这个产品去到他的国家。那么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面，他讲从多少，从 one center， 从一个分店，现在已经发展到17个分店，而且整个国家目前已经有50,000人啊在用这个产品，而且用到非常的好，帮整个国家提高这个生产力，农作物的生产力啊，帮国家赚了很多外汇。来，我们来继续看，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 DNG Booster Gold Egg Plus？ 为什么要使用DNG 的微生物叶面肥？首先呢，就是它会提高农作物的品质和产量，而且不会破坏环境啊，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用外面的肥有很多都是这个我们讲化肥啊，就是用化肥的方式提炼出来的肥料，如果长期大量的用，那么对那片炎地呢会污染，会污染，包括它原地附近的河流都会污染。今天如果用我们这个叶面肥呢，就不会有这个污染的现象，因为我们是通过这个高科技，通过微生物，通过有机 organic 的这个配方，包括矿物质的配方来做出这个产品。这个产品呢，它拥有很多有机物啊，可以增加植物营养元素的供应，提高土壤的养分含量。其实植物呢，它最需要的是什么矿物质呢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氮，这个 N nitrogen 这个磷 phosphor， 还有这个
K potassium 啊，这个钾 ，NPK 这个是主要的这个成分，这个在其他的肥料里面都有啊，都有很多化肥都有，除他们其实很多外面的力肥呢，里面就只有这个 NPK 而已，其他的东西几乎都没有了。所以我们这一瓶呢，除了 NPK， 还有一些有机物，还有一些微生物啊 ，three in one。来，我们来继续看这个产品经过化验过后，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什么成分啊？这个是很珍贵的资料啊，大家要细细的看啊，不会看不要紧，我跟你们分析这个报告呢，我们不是自己的化验室化验，我们是拿到其他的化验室去化验的。化验出来呢，里面我们看到这个 MBK 有，我们还有这个 copper。还有这个 magnesium， 还有 zinc 啊，还有它的其他的这些东西，最重要是还有一些什么，还有这个微生物，还有什么水溶性矿物质 ，NPK， 还有什么 organic material 有机物，这个 humic acid 腐殖酸。CV 啊，这个海藻啊，我们里面的有机物成分是主要用海藻 CV， 还有这个吉多山啊，这个甲壳素。所以通过这个报告，我们很清楚的已经了解这个产品的这个成分。来，我们来看用了这个产品有什么好处。今天如果有一些小研主们或者大研主们啊，大家要注意听哦，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可以帮你们，帮大家的农作物提高产量30%-70%，这个是经过我们厂的这个研究，这个是一般上都可以达得到30%-70%，甚至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，我们也看。到提高产量超过100%的都有，所以这里我们有几个稻米的见证哦，这个是在马来西亚的啊，在他们用了这个产品过后，原本的收成呢是26吨，哦，现在已经超过30吨了。第二个呢是8000公斤，现在用了过后提高到12,126公斤，哇，这个就很厉害了，这边提高到很多%了。6,400公斤，第三位提高到7,013公斤，第四位农主呢，7,000公斤的产量用后提高到10,000公斤，增加了30%哦。所以这个叫提高生产力，提高产量，在帮你提高产量的同时，这个产品也会帮你降低你的成本高达30%。这句话是怎样讲呢？一般的研主大家也清楚哦，我们种植什么农作物呢，都需要给它吃饭，对不对？都要用这个粒状肥，对不对？粒状肥有一些我们讲是化肥哈，化肥就是化肥做的肥料，比较便宜，效果也快。当然有些农主呢，他们也会用这个叫有机肥啊。其实最好的有机肥是什么？最好的有机肥就是我们的粪便，有一些你可以买得到的就是牛粪做的这个有机肥，还有这个羊粪做的有机肥，也有这个我们讲鸡粪做的有机肥，还有一种是蚯蚓的大便啊，蚯蚓的粪便做的这个有机肥啊，这些叫有机肥。其实不管你做什么农作物呢，它都需要放一些肥啊，肥就好像我们人这样，每天要吃饭，吃饭呢可以长大。如果要更健康，你就要吃保健品，对不对？
今天你种植一个什么农作物都一样，可能你的爸爸妈妈、公公婆婆、你的祖传下来你是这样子种，可是今天你如果认识到这个 DNG 微生物叶面肥的话，你把它用在你的农作物上面，你会发现到哇，很特别，会比之前产生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，它产量肯定会增加。怎样节省成本呢？比如讲你有一片 园地呢，你每一次施肥的时候，每个月你都会买十包肥。那么今天你如果认识到这个叶面肥，你可以怎么做？你可以买七包，不用买这么多，可以减少你的原本用的肥料 30%。减少了过后要做什么？就是把这个省下来的钱去买这个微生物叶面肥，你的钱还有剩，听懂吗各位？所以整个概念呢，就是通过减少成本的模式让你增加产量。所以各位园主们，你们说这样的模式好不好？你原本收成就是100公斤，现在我们有办法帮你增加到170公斤、130个公斤。你原本买肥料可能要用1000块，现在你只是用700块、大概是这样的模式。今天如果你买 DNG 的叶面肥，还有一个好处，什么好处？因为我们还有 Zero Plus，我们还会送你这个 DC 红利，让你在这里都可以通过买肥料也可以消费致富。所以这个概念大家要听清楚哦。除了这个好处之外，用这个微生物叶面肥还可以改善你土壤的肥力，提升植物的抗病能力，提高水和养分的吸收，产生有机酸及生长诱导素，促进植物的根系成长。来，我们再继续看下去，如果听不明白这几句话的话， OK， 我给你看图片啊。什么叫改善土壤的肥力？因为有种植这个农作物的就懂，一片盐呢，如果种了农作物一段时间过后，基本上它的肥的那个粒都已经被吸完了，被植物吸完了。第二次再种，第三次再种，基本上那个泥土已经没有养分了。如果今天有用了这个叶面肥，你会发现到你这个泥土呢，这片泥土呢越种，好像越来越肥沃呢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我们这个叶面肥有加了这个微生物，让你去分解你泥土里面的一些成分，让你的泥土越来越肥沃啊，这个是外面的这个叶面肥做不到的。再来，用了这个叶面肥，你的植物呢，它的根看到吗？大家啊，这个根系它会长得比较粗，比较大，一般上如果没有用叶面肥都长得瘦瘦哦，好像营养不良这样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植物要吃保健品，人也一样啊。人如果只是吃饭每天吃饭只是饱而已，没有吃够营养的话，它也是长得瘦瘦，对不对？长得不健康。如果今天人要健康，除了吃饭也要吃保健品，植物也是一样啊，它要吃这个 NPK 的有机肥，要吃这些肥料，它也是要吃这个，要加这个我们讲保健品啊。所以今天我们这个 DNG Booster Gold Egg Plus 就是一个很好的保健品给植物，给农作物。还可以什么？用了这个产品，提升植物的抗病能力。你会发现到用了这个产品过后，你所种的农作物不一样了，
大家可以看哦，这个左边的这个香蕉树，你看它的叶子是不是好像很健康，结得很健康，对不对？啊，结得很丰满，好像不会形容啦，就是很好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左边这个香蕉叶就是一般的，只是这样放着给它野生自然生长，没有施肥，没有什么，没有吃保健品，它就长得没有这么好看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位农主呢也是一样，之前他种的香蕉多是不是叶子会偏黄不健康，现在呢他发现到用了叶面肥过后，他的香蕉树的叶子很厚很立、哦、很健康，他才用不到两个礼拜就看到这样的效果、哦、他也有种这个木瓜，大家都知道木瓜一般上的形状都是长长的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位农主用了我们的叶面肥过后，他种出来的木瓜你看叶子又大，他讲很坚硬很立，它的果实你看几乎都好像很饱满很丰满这样、哦、所以又甜，这个就是植物、啊、健康了过后所产生的这个效果，这个好处我相信通过我这样给大家看图片，大家应该会更了解、啊、这个叶面肥的功效了。为什么这瓶东西这么神奇呢？其实主要就是这个里面有四种这个微生物、啊、这些微生物呢，这个叫第一种是芽孢杆菌，它可以促进植物的生长。第二种就是固氮细菌，它把氮空气中的氮转换成更容易吸收的这个氨。第三呢，它有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微生物呢，它可以释放有机酸以分解废水溶性的磷酸盐。第四种的这个微生物呢，它可以释放有机酸以分解废水溶性钾矿盐、啊、这些是比较科学的东西，大家听不懂不要紧，大概认识里面有四，记住里面有四种微生物就可以了。所以还有很多好处啦，这些微生物还可以将空气中的还原成氨、哦、刚才讲过了，供给植物用，把空气中的这个氮还原成氨给植物利用，溶解土壤中的无机盐，溶解土壤中的无机钾，还可以什么抵抗植物病原细菌，分泌对植物生长有利的营养成分，所以这些都是这些微生物的好处。来继续看怎样用这个产品。那么今天你如果是专业人士呢，你要用到调到很准的话，我们公司有这个表、大家可以去我的 Telegram download 这个表，或者通过你的介绍人拿到这个表、哦、这边有写到很清楚，比如讲是油棕树、香蕉树、果树、榴莲树、芒果树、番石榴等等应该怎样用哦、就是用 200ml 加上 18L 的水。树大家都知道了，很高了，应该怎样喷？喷不到它的叶子就喷树干三尺以下，包括树根区，看到吗、啊、写到很清楚了。那么多久施肥一次呢？一般上原主呢都是两个月施肥一次，这个表是一个参考，大家可以根据实际的经验啊、你们可以稍微调一下。接下来有看到种一树熟啊、茄子啊、羊角豆要怎样喷、辣椒要怎样喷、芋头要怎样喷、稻田要怎样喷，如果是种菜的话，叶类蔬菜怎样喷，看到吗、啊、都写到很清楚了。还有种花的应该怎样喷、哦、这个用表呢有中英文版本。几点喷呢？这边我们有建议呢，就是四点过后你才喷，到隔天早上十点之前、啊、避免很强的阳光照射的时候喷。这个是英文版的。一般的人我们就不需要这么专业了、啊、如果各一位只是家里院子种种几棵树，你的阳台种种几棵菜，
或者是自己家里种一些我们讲的居家种菜的话，我这里有一个给大家参考，就是我们用一个中间的，就是一对两百的餐房来稀释这个叶面肥。我一般呢，我都是用这个5ml 的这个测量器，加上1000ml 的水，1L的水啊，就这么简单啊，大家不用觉得很难用，非常的简单。你看到吗？你这一liter 的水，它只需要掺到5ml， 这个叫1:200啊，1:200的掺法。所以这一桶呢，4L你可以用很久的。其实，如果你只是居家种菜，我掺了这个1L，我整个阳台的植物喷到完还有剩啊，还有剩。如果是小园主或者是大园主们，他们基本上都会用这个桶。背着的啊，背着的专业的这个农夫用的这个桶，有一些还有电动喷雾的啊，可以放有一些是用手的啊，用 manual 的，所以这些他们是怎样掺呢？都是用100ml 加上18L的水，大概就是1:200左右啊。这个就是他们都懂了，他们这个桶是 standard size 哦，他们这个桶都是叫18L。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园主呢，他们就用这种桶，好像铁桶这样，它都是200L。如果200L的话，你就掺1L的叶面肥咯。我们这一桶就可以用4次。一般都是那个面积那个盐比较大，他们就会用这种，我们讲买一个这个喷射器，买一个泵啊，买一个泵。那么有一些农夫舍得投资的，他们会花2-3千块去买一个泵。我有遇过槟城的一位种榴莲园的园主，他讲他有一个泵，可以一下子射一下，他讲可以气到很高很高，整粒山都半粒山都喷得到，他讲可以喷到1000尺是这样高啊，都有这样的仪器，是看你舍不舍得投资。所以今天你如果是专业的，你就用我们那个表，如果你只是居家种菜而已，你就用我最简单的方法，5ml 加上1L、啊、多久喷一次呢？居家种菜我多数每个星期喷一次，一个礼拜或者10天、啊、7到10天喷一次，非常的简单、啊、非常的简单。这个是油棕盐，油棕盐就比较麻烦一点，因为面积很大，一般上你用人呢背着那个桶去喷是喷不到，一般上 都要用车用 lorry。 所以他们油棕盐的盐主，他们基本上都有这些交通工具的这个设备，他们也有这个泵、哦、他们就把这个叶面肥直接拿好。那愿你的肥水的话、啊、看好了呀。这个桶里面他们就用油水去射了喷射了，这个是他们这样子来看，一次啊就是一桶一桶先倒进去，安全带还有在 那个是我们的、顾客。老板在喷你的肥水的话啦，喷叶子，喷叶子，喷火，叶子喷得到就喷叶子，叶子喷不到就喷树干。啊，地瓜盆呢？地上喷一下啊。干枯的，在一些原始人舍得投资的，它叶子就喷，喷。还有呢，它的根大概一种那样。树干要喷多远呢？树根其实你看它叶子长到哪里。哦、叶子张开到哪里，你从那边算下来它的树根就长到哪里、啊、就是用这样子来测量。最后还有一些要注意的事情，就是这个产品尽量储存在阴凉通风的地方、啊、避免阳光高温直接晒着它、啊、避免阳光直晒，避免收在很热的地方、啊，还有在用的时候也要避免什么？避免加入化肥物和农药一起喷、啊、所以这个就是它尽量
避免的，我们工厂尽量要求大家避免跟农药一起喷，效果会比较好了。这里呢，我们的 DNG Booster Go X Plus 跟市面上的一些玉面肥其他的牌子比较呢，有什么特别呢？基本上 NPK 多数的产品外面都有了，微量元素矿物质都有了，有机物有一些甚至都有了，唯一这个微生物有益的微生物外面的品牌多数都没有啊，只有我们 DNG 有，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创新。还有其他的好处等等哦，我们的这个叶面肥这一桶呢是也还有很多好处，外面公司牌子是没有的。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些见证哦，这个产品自从推出市场过后，我们公司也陆陆续续收到了一些我们讲居家种菜的见证，还有一些园主的见证。这一位是一个退休的校长，他本身很喜欢居家种菜，他什么都种，你看他韭菜也种，花也种，葡萄也种，菜也种，你看他菜哦长得很漂亮。我最近也在学种菜，可是我觉得我种的菜没有他这么大颗，没有他这么好哦，因为我也是小白来。还有呢，你看他们种的樱桃树长到满棵树哦，结到满棵果。我们这一位伙伴哦，他种羊角豆最近也种出了一个奇迹，破纪录了，看到吗？这么长哦，羊角豆。我们也有一个伙伴哦，他想试试一下这个叶面肥到底有没有如我们所说的这么有效，他特地在一个盆里面呢种了两颗东西， A 的呢是有喷我们的叶面肥， B 呢是没有喷叶面肥。经过一段时间大家都可以看得出哦，它的分别哦，有喷叶面肥的你看长得比较大颗，比较高，也比较健康，看到吗？啊，所以大家可以去试试一下这个产品哦。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伙伴，他家里的这个盆栽已经差不多几乎都枯死了，看到吗？用了这个叶面肥过后起死回生，不止一颗啊，这一颗也是半死了，看到吗？过后用了也是起死回生。那么我本身呢也遇过种了一颗菜过后，这个菜突然间好像要死不死啊，一直这样半死躺着就对了。所以我那天也是试试看，那利用这个叶面肥去喷喷看到是多久。为了做试验，我们就喷多一点。没有想到隔天我去看啊，真的火起来，真的火起来哦！所以大家常常种菜遇到有这些问题哦，要枯死的问题，你们可以试试看，喷喷一下我们这个植物的保健品，看看会不会让它更健康。那么这一棵芒果树呢，其实也是我的芒果树来，我种了这么多年呢，从来没有开花结果，真的很好笑。可能也是小白，我们也没有什么时间去顾它。自从我们推出了这个产品过后，我就尝试用我们的这个叶面肥去喷，我才用了三次，没有想到它竟然开花了，而且还结果了，终于让我吃到自己种的芒果树了。芒果，而且也非常的甜哦，真的是非常的甜，所以不错不错。那么这一个是在海边的，也是居家种植的，种了一颗红毛榴莲。我相信很多人也有种红毛榴莲，大家都知道红毛榴莲很好，可以抗癌，而且现在市场上一公斤也卖到十多块二十块哦，也是很值钱的一个东西。可是种这个红毛榴莲，我相信大家都面对一个同样问题，就是很难结果哦，很难结果，很难结果。这一位呢用了这个之后，没有想到他这颗红毛榴莲每次只生两粒的，现在竟然生超过二十粒啊，二十粒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个视频分享。
DNG Booster Glow 8 Plus 叶面肥，太够力了。这棵红毛榴莲树本来是开花只结一两粒果而已，现在满树都开花，而且还结了很多果，这是其中一粒啊。才之前结的果很小，现在很大，而且这边也开花，那边也开花，这些不应该开花的地方也开了两朵花，也结果，这边也开了两朵花，看到吗？还有另外一边不应该开花的地方，在这个最尾的根部也开花，整棵树开了很多花，真的是效果太棒了。DNG 叶面肥真的是很棒。效果太好了。看到吗？刚才红毛榴莲哦长了20多粒。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杨桃树的见证。哦，这位芙蓉的大姐，他也是用了我们的叶面肥过后呢，整棵杨桃树种在路边而已，小小棵竟然结满果实啊，看到吗？还担心它太多啊，怕它整个树倒掉，看到吗？而且切出来吃的时候真的是超甜哦，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，有种杨桃可以试试看用这个叶面肥。那么这位大姐她也种了一棵红肉的番石榴啊，他们只是在路边种而已。他也告诉我，他第一次结果的时候才结了8粒啊，8粒。第二次结果呢，结了10粒。他讲每一次之前结果呢，会看到有这些黑黑的东西，每次看到好像虫停在那里一回，再去采的时候就发现到里面有虫了。现在呢第三次采出来的果，他讲几乎都很健康，没有看到黑黑的洞，看到吗？而且里面的肉看到吗？很健康很甜。他讲第三次，大家猜猜他的树长了几粒？长了超过100粒啊，这个产量是增加几百%，我不会算了啊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听他真人分享好不好？啊，搵我讲嗬，即系搵我 DMG 嘅肥啊，真系一流哦。后摆啊，仲系打7-8粒，成10粒，打3磅系咁样样。依家咧呢一磅咧一打咧，满树都系啊！你睇下，睇到都开心哦，你咁大只哦，又有果食，又有得睇。我们还有一些种南瓜种子，只是喷5天就看到非常大的分别了，看到吗？之前之后啊，小辣椒之前长了不是很多，现在喷了长满整棵树啊。我朋友种的他的辣椒，小辣椒树啊，他其实很小棵罢了，就生长多。以前他给我的时候很小条罢了的，他讲现在很大条，看了很开心。OK， 这个是小辣椒。我朋友种菜也是一样哦，种了菜用叶面肥种菜呢，种出来的菜没有农药无味，更快收成，更绿，更清甜好吃。所以喜欢种菜的朋友，大家可以去试试这个叶面肥，很有的菜。那金马伦也有一些人主呢，拿了我们这个产品去试试它的效果，结果不种还好，一种下去发生什么事？它种出来的白菜竟然重达5公斤啊，破纪录啊，看到吗？很大很大，看到吗？所以都有，我们有很多这些啊。很多这些见证，龙眼树也拿去喷，喷了过后，他讲
以前呢种的都很小粒，而且有一些龙眼还没有熟完。现在呢每一粒啊他讲都超过20 cent 了，看到吗？他半个月只是喷了2次，而且现在种出来的龙眼长满树还很甜。这个是龙眼树的见证。榴莲树也可以喷哦，有一些研读他之前的榴莲树呢叶子很黄，他讲喷了2次到3次叶子也比较绿了，而且也比较大，好像叶子。榴莲的老树可以喷吗？也可以喷哦。这一棵榴莲树已经6年不开花了，他用了12天过后，哇，竟然老树开花。而且农主呢他用了过后他讲榴莲树这些花开在不应该开的地方，证明什么？证明这棵树你看到吗已经很健康了，太健康了，之前是很不健康的，现在因为健康了才可以开这样多果，开这样多花。这个农夫连主也是一样，他讲他种了10多年的都没有成功过，没有开花，那么最近用了过后现在开花了，现在可以吃到自己种的这个老榴莲树了。这瓶 BNG Booster Go Egg Plus 怎样卖啊？相信听了我的分享大家都很想知道它的价钱，对不对？想知道怎样买，大家可以直接去我们的 DC Emo 就可以购买得到。会员价呢我们是218块4毛 OK， 如果你一次过买这个4瓶装的一箱价格就比较便宜了，会员价呢是747块6毛。大家也可以去做生意哦，用顾客价来卖给顾客。OK， 这个是通过 DC Emo 大家可以去购买，而且还给你 100% 的 DC 奖励、大家要听懂哦。所以通过这个产品大家可以增加你的农作物产量，减少成本 30%， 还有还可以拿到这个 DC 奖励，倍增财富。 OK，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边、谢谢大家。想最快收到最新资讯，请记得按订阅和打开小铃铛哦。